主客地位啊，主客地位这个啊，在 P 命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各位呢，可以看哦，最近呢，哎，我的一个网友呢，他就来找我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第一个，他就说：“你好，老师，能看八字吗？我新加坡人，有人说他是童子命哦。”好，这个事呢，哎，我跟他聊天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我当然就是直接跟他讲啊，哎，P 命的费用3700哦，这个是我一定会用的啊。然后他就说新币多少，老师？新加坡八字可以看吗？然后第三个，我当然是说啊，可以啊。那新币多少？我当然不知道啊。他妈的，各国硬币我是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可以告诉他吗？然后呢？他说了他要看，可以呢？银行转账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你看哦，他好像表现出呢，很像想拼命，到最后，各位你看，可以吗？那可以先帮我排盘我的八字吗？各位，哎，各位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他到最后，哎，各位，他是怎样？他到最后还是一样啊，哎，老师，你先帮我看呢，也就是说啊，你要了解说这个就是什么，客人，他就是一个客人的心态。我们在拼命了，你要先了解一件事哦，他后面就完全就没有再跟我联络了，我也不想理他了。客人的心态啊，哎，我就你看了，我都跟他讲了，哎，拼命多少？他也说好啊，我要付费，我要看啊，但是他还是要，老师可不可以先帮我看？哎，奇怪了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当然啦，各位你要了解啊，我们就是你要了解我们。是天天呢，天天在拼命的这一种的情况，那这种的状况，这种状况，我们是怎样时常遇到的？了不了解？这个是我们时常遇到的，所以啊，你要了解哦，你在拼命的时候啊，为什么我一直要跟你们讲说，你们呢，对于客人。那、no, 绝对不要心软，要不要紧？你不能心软，不然的话，你只要对他心软的话，你就会跟老师一样。跟老师一样是什么？你看无尾熊，他就是呢要欺负老师，这个就是代表老师人太好了啊、哦，所以呢就一直会被他欺负啊、哦。所以啊，各位你就要了解，其实啊，对于客人，每一个人。他都会跟你做一件事，叫做装可怜。是这样子吧？那个改一下就好了，那对跑马灯正确就行了，了不了解？所以啊，很多人。都会直接帮你装可怜，那来讲，你不要被他的这个可怜呢，你不要被这个可怜呢拐去，了不了解？因为他在装可怜的背后，你会发现到哦，你不帮他批的时候，有的人啊，他会马上变脸的哦。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哦，我们所面对的本来就是啊。一堆有问题的，这些有问题的人，当然绝大多数是很正常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是心里有病的。所以我相信啊，你们在拼命的时候，你们一定啊会怎样？不希望碰到这一种心里有病的
所以呢，你们要怎样？要坚信你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啊！像前几天呢、啊，我有一个，我的一个学生，他就很不爽啊，但是他做得很对，为什么？他在拼命呢、啊，就是一个老婆要来帮她老公问，那她一拿到她的，八字的时候，她一看到日主受克，然后呢，她就说，哎，你老公呢是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下，那会导致什么？结果他的老婆就说，哎，没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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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、啊，我的学生就火大了，他就说啊，既然不准的话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。那结果呢，前后不到5分钟就给他结束掉了。各位，这种态度才是对的、哦。还有，对不对？我情愿不收你的钱，我也不想要让你来烦我。更何况，他就说啊，就因为不是当事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她老公。那有很多事情，我说过了，不是当事人真的不知道。不是当事人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曾经就有碰过这种情况，男女朋友来啊，男生劈他，哦，好准好准哦，那女就轮到女生，哎呀，你的财运最近这几年，今年跟去年比会好很多，那男朋友还在旁边笑，怎么可能？哈，他的财运会好，结果女朋友直接跟他讲，这是我的事啊，你又不知道，他男朋友马上嘴巴就闭起来，老师说的对啊。所以哦，在拼命的一个过程里面啊，你们要了解，就是说，你的姿态不能够比客人低。一旦你被客人，你的姿态比客人低的时候，我相信啊，在这里面给人家拼命的人都有遇过哦，遇过什么？拼完了以后，心里就只有割安肝是沉默的器官啊。满肚子大便，很不爽啊！客人呢，一直都在牵着你，你该怎么批怎么批，哎，变成他在主导你要怎么批命，很多都会这样子啊。那就是你们在批命的一个过程里面啊，被客人牵着鼻子走，所以像我这个学生，他批出来。结果对方一直说错，他马上就停止不批了，因为对方呢就是要怎样强拉着他。但是呢，各位，他为什么不会被拉着走？因为我批命很准，所以我不可能差这么多，我不可能差这么多，所以我不想批了。哦，各位，你不要给他硬批下去哦，硬批下去到最后会很痛苦啊。所以你要了解，在拼命的开头啊很重要。拼命的开头，你在这时候，你拼命的开头脚很顺的时候，基本上你都不用怕。但是只要拼命的开头不顺的时候，你心里就要有底啊。了不了解？拼命的开头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呢，我常用的啊，就是什么一针见血法嘛。一针见血，哎，看，吴伟雄，你这八字，哎，一看就知道来问感情的嘛，什么三个老婆，哎，你有呢，十个老婆啦，啊，老师有吗？有吗？左手5个啦，右手5个啦，他妈加起来刚好10个啦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就是直接戳破。那你要怎么直接戳他？当然，你在批八字的时候，你就要直接去判断他在最近这几年哪边是变好，哪边是变差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人他会问的是什么？人当然是会问他有问题的点嘛。人会问的是他有问题的点，
所以我比较习惯在批命的时候先看一下啊，你这个你的财运哦，最近这几年不行哦，那尤其呢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哦，尤其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哦，都会直接呢把时间点出来哦，然后他就大多数就会说对了，老师真的哦，那这样子各位你就会知道了，批命你前面一次就把它打死了，那后面其实就很轻松愉快了，你要不要解？后面就很轻松愉快了。所以啊，你要去训练到，首先你要先判断它到底是哪方面啊，会出问题啊。所以呢，哎，各位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就按照无尾熊的心愿啊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哦，要怎么一针见血？赶快来，一个人的八字打上来。啊，一九多少年？差月、差日、差时，男女，在哪里出生的？我们来练习，什么叫做一针见血？啊，这个在拼命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。啊，有了，我靠，1990年，那么年轻哦。哎，这个是让无尾熊内心比较快乐一点。女，高雄不用看了哈。好，各位，来，这个是他的八字哦。各位，你们要来看看他到底呢是。会怎么样的问呢？癸未，壬寅，去年己亥，然后拐甲申，甲申是在。这边薪酬啊，好，这是最近这几年，好，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各位，来，你们要怎么判断它？其实啊，你在判断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，这几年你就要赶快出来啦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，今年土生金来生水嘛，啊，地支哈，刚好寅亥午未，所以呢，卯辰嘛，那去年呢？哦，又辛丑，这时候呢，你就会知道，哎，火生土，来生庚辛金嘛，生癸水嘛，那土呢，我们知道一冲，卯木生午火，生辰土。然后克亥水，你要赶快啊，先拔出来啊，然后到这一边甲申甲己一合，对不对？庚金克甲木，庚金克甲木的一个情况下，它呢就是呢甲木死火来生土来生金，那地支呢我们会知道火生土生金生水。好，那你从这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这3年它的一个状况，
这三年他的一个状况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有火，有火，火不见，火不见，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会了解说，首先他的火不见了，所以他的官是不是啊，就先画个叉。那他的财星呢，就是这个木，这个木木木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啊，哎，他的一个状况就会呢去问的是什么，他的一个官运，也就是呢工作或者是感情。那我们有说过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官出问题，然后你看哦，寅亥合午未合这个都不见了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卯木克辰土？所以宫位又有被克，宫位被克的一个情况下，刚好又是夫妻宫，所以这两个你把它都在一起的时候，哦，你就会知道可能呢他跟他先生的一个问题，或者是呢他先生的一个身体会很差，哦，他先生的一个身体会很差，哦，那财运的部分，哦，财的这个财运的部分倒没有太大的一个状况，哎，这个就是宫位啊，我们刚刚讲的宫位的一个问题嘛。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是不是呢？这边以母亲寅亥合，哦，祖母午未合，你也可以说这边是母亲，这边是兄弟姐妹，所以啊，就会知道说，哎呀。兄弟姐妹今年就会比较怎样，无缘，无位一合，母亲无缘，他的一个状况，哦，所以啊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这边兄弟又被合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些你都可以呢这样子去判断，这个都是利用宫位顺便论断。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呢，以一个官来讲的话，哎，确实在今年呢，他其实也不是在今年啦，是他其实进入这个运以后就变成只有表象桃花，地支的桃花就不在，但是他去年还有，你要不要点，他去年还有，哦，因为去年是解合，今年就没有了，他就会正式的进入呢他的一个桃花的落象，虽然表象的桃花还是有，但是呢已经进入到他实际上的桃花的落象了，所以啊，他就是呢要注意，但是他明年他的桃花还会出来，桃花还会出来，所以啊明年，还的桃花，就，去年失恋就那个啊，你要那个啊，只要你的丑不在的时候，丑不在他就失恋了，啊，那就我们可以知道寅月啊、卯月啊、子月啊，甚至丑月也可以啦，丑月也可以，只要丑不在，午未又直接啊合住，合住以后这边土又克水，哎，食伤又受伤，整个人呢就情绪低迷，那各位你就会知道他的一个点，辛丑年就是这个丑不在的时候，寅卯子丑这四个，这四个，所以各位这些你都可以知道，就是说，哎，只要照这样来讲的话，但是啊还是要以食神为主嘛，兄弟姐妹，还是关系不会太差了，还是在这里啦，因为这个还是要以食神为主要的依据，绝对我们刚刚所讲的宫位各方面，都不行，所以他在去年一停掉到今年的时候，各位，今年他就准备呢就要桃花就一直很低调了，了解，那他的桃花要出来就要
等到呢，四啊四，那就是呢，在大约国历的啊5月5号啊4月。所以啊，今年一般来说就会叫它呢比较低调一点，因为今年呢还有一个食伤，也不是啦，就是食伤呢是申月，申月，所以啊，今年申月要特别注意会有两个，第一个破财，第二个情绪低迷啊，这个是等同日主受克啊，今年的官运呢？本身呢就不强了哈，今年的官运本身就不强，所以就要去了解除了今年呢地支的官运没有以外，连天官的都消失，所以在官运来讲，在今年呢确实呢就跟往常比起来，它就是呢会差很多所以各位这个就是它今年的一个状况，那这个状况呢到明年会暂时性的恢复。他的地支的午火就会出现，那地支的午火，那他明年呢，他的桃花又会再起那今年呢，就算了那去年呢，在这里，但是呢，只要丑不在，这个午火就会消失所以他去年来讲就会呢，大多数都有，然后就突然间，可能就是这几个月就突然。就消失的一种的情况，了不了解所以啊，利用宫位，还有呢食神的一个判断这个就是呢，金禄在今年的一个状况，这时候呢，你看他的官现在不在，这时候官不在，对，赶快进宫，进宫，进宫，等到他明年出现的时候。刚刚好，八字就是这样运用的，了不了解？讲到这个，无尾熊就啊，